最好笑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了，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，去不好运到中间上班了，有请大家。今天呢，来到的是台中市的东区啊，对，先介绍我们的来宾郭仲佑、潘应竹、陈雅文、洪老、文丽、Luna、张嘉伟，俊男美女齐聚一堂。这个今天的温度啊，这前几天下雨之后啊，现在温度啊，现在变很热了。夏天来了，现在34度啊。看手表。这个很有报时，有报心跳、报血压、报你走的步数，还有报那个脸的温度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？确定是真的啊？你们来念一遍啊！真的有，一模一样。哎呦，一模一样。一般是运动员才会买这个东西啊。运动员他带合理，那你怎么？我们也在训练啊，每天要走10000步以上啊，哈。对。我要坐车哪里10000步？有要走，你要睡。天气那么热呢，我为了体恤大家，所以来推进来啊，麻烦啊。不要看前一阵子下好雨啊，可是之前很少下雨啊。对，当你很少下雨，西瓜就是很棒了。甜呐，会甜。对，台湾的军国请假站，对，挂西瓜啊，挂西瓜，我讲。大哥真好。我只是让你们看一看，看一看啊。不是要体恤大家。没有没有，这个待会要带回去的哈。带回去。不是这个天气要吃。干嘛脾气那么坏？慢慢来嘛。我们不体恤大家吗？来，你不给我们吃，别拿出来嘛。来，台湾的水果你不推广一下行吗？原来是有切好的。对啊，我对你们呢早就冷。来，立哥，我帮你拿。先降温一下好不好？先降温一下。奇怪，哎，怎么都没有破的痕迹啊？怎么扔哪里来了？没有，本来是有3颗，那一颗工作人员不小心一摔破了，它就掉到地上裂开，我就把它切过来给大家吃了。不是，所以我们要吃它吃的。掉到地上切的，不要浪费嘛哈。所以瓜哥，汤家伟说，所以我们是笨蛋吗？不是啊，你不要你拱啊你。西瓜本来就可以吃的，不能切开跟叠烂不是一样的吗？这样子啊？对啊，食物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那这2颗等一下要干嘛？这2颗是要送给工作人员的。哇，送给工作人员？怎么可能？你一定是叫工作人员再去你家吧？对不对？我是这种人吗？是。我来阿表，我起了100回，阿妈被上我一家了。对，阿妈你好，阿妈100回啊，对哦。身体健康，吃些西瓜啊。来，吃看嘛。有甜无？哇，还可以吃，放一下。你喜欢看胡瓜啦？对啊，爱看胡瓜啦。细汉的可以啊。细汉的看你大汉啦。我这五十岁是不是？上满100岁了啦！100岁对。胡瓜真欢喜。身体健康的哈。辛苦嘞，今仔天气这么热，大家拢来啊嘞！我们赶快来玩游戏啦！冰果五重天，第一关呢，先玩水好了。那水球3合1。那我们先男生来示范给大家看。因为这个，因为我想这个游戏比较复杂。第一关呢，必须有人在水里面。啊，进去里面。进去里面，你要站进去里面。站进里面有5个球。是的。把红的球给挑出来。对，就过关。过关。过关呢，躺着的人呢，就可以夹球给另外一个人。你说躺在这里夹球？来，你们两个躺着。对，你们两个躺着，不要动啊，不要动哦。躺好呢，啊，下来躺着。接的破了重来，接好了之后放到这里。好，红毛夹到这里过关，放这里过关，过关之后我再放过来这里。那个人一踩球过去，人要过去接。这两个一个踩一个接。对。啊，你接了如果破了从头来，如果接成功就结束。来，我们示范来就位，这只是示范赛，所以有5颗球，抽到绿的还要重新丢回去再找，一直要找到的是橘色的，这个球才会放过来。是的。那你先转身好不好？我不要看，我看。来，预备。好，下去。水球3合1。放回去。后面偷偷看嘛。后面
不行吗？职业比较快哦。哎，老板，你们那边洗头没有吹风机的服务吗？待会有的，待会有。我可以加润丝吗？好，我刚刚只是示范。哎，你为什么踩不到？我跟你讲，我刚才试了力道。我跟你讲，一只脚是绝对下不去的。没有了，你没有练宽骨，你高度都不够啊。你要两只脚。你看，你来来来，你看，你会不会踩啊？来看啊，只要用力。水球赛能有报名的吗？来来来来来，请来来来来，请上这里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请吧，请。哦，你好。等一下，怎么会四个女生一个男生呢？哇，红的呢？全部女的啊？啊？没有。你不要骗我，你也不要吓我了。两个男生，然后没有啊，他是女的。你不要混淆了，你们是同学吗？不是，怎么认识的？是邻居，刚刚认识的，怎么感觉好像是青梅竹马在一起长大的？什么学校？我读台体。台体，台体有这么瘦的？我不是练体育的。你是练什么？我是读传播学系的。传播学系，对。台体现有传播学系。宣材校是练体育的吗？对，没有。台体他不是练体育系，他是传播的。传播的。你几年级啊？大三。大三呢？对。所以你们不认识。你呢？你是什么学校？台中女中。台中女中。你们是四个都同台中女中啊？最好的，我们三个。你三个哪三个？台中女中。然后台中女中，那你怎么混在里面？勤益科大的。勤益科大，也是因为这边认识啊，不是邻居啊。对啊，刚刚认识的。啊，你住哪里啊？住台中。你呢？台中。你呢？彰化学校宿舍。学校宿舍。学校宿舍。学校不是哪里来的吧？你就是中区啊，哦，所以说今天他们三个是同学，认识他跟他，那你怎么会认识四个女生？你们不排斥他？为什么？对，他还是女生啊。我发现他们绝对不是今天认识的，应该是今天认识的啦。啊，年轻人可以这样，马上可以交谈到这样的。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子，大家要主动交朋友，交友圈广阔。那为什么又那呢？你们这些人跟我好像都很不熟，为什么？我们年轻人。我们年轻人呢都很熟，你比较年长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没有代沟。你还本来说我们想派男生下去玩，他们跑了四个女的，一个男的。那没办法。那没办法，我们就一对一啊，找四个女的啦。那个第一关，我觉得雅文 OK 啦，雅文比较会叫嘛，来。你看都流汗流成这样的，你要泡泡水，我跟你讲，待会我多加一点冰块，天气就怕中暑嘛，好不好？那个潘应竹哈，有四个女生啊，你们刚刚有四个女生啊，啊，你们四个女一个男的，你就四个加谢欣啊，全员动，全员出动了，全是女生，你都死了吗？好了，等一下，男的要派谁？那男生我们派谁？派谁啊？哎呀，那红毛啊，好，红毛已经完了嘛，哈 ，OK， 好，来各就各位。水球三合一哈，来，请站上去。刚刚我们球已经丢进去了，只有一个橘的可以过关。会冷吗？
还好吧？还好吗？当然还好啊，你的冰块又还没加。啊，是啊，还没加是啊。是，你动作这么慢，赶快加了。啊，你要唱歌啊？没有，没有，人家很冰的。他接几球不重要，那个泡到冰块里面，丢了几球了。我觉得第四棒也要男生踩才有用啊，你这样很费力啊，那个不好踩啊，对不对？几秒？185。185。185。185。我们四个女的、男的，一个男的也不见得能成功哎。185。来，请就位。四个绿球已经放进去了，我待会你转身，我们把这个橘色的丢下去了哈。来，你先转身，你先转身。有没有不然他会知道，不然他会知道位置。亚文是第一棒啊。OK， 好，好嘞，可以请下水。好，请下水。现在我们再加冰块了哈，来。对，可以鞋子脱一下。蛮舒服的，舒服舒服。对你不要怕啊，这天气那么热，我们都渴望做冰水。先下去一脚试试看嘛。好呀，好呀。你两只脚下去就好。另外一只脚受伤了。受伤？哪一只脚受伤？右脚啦。为什么？啊？他之前，你之前是不是拍戏那个有那个蜂窝性组织炎？对啊。那个是我吧？没有啦，他之前拍戏被咬。我不是上脸处那个被咬蜂窝性，他有吗？我看一下。你的我们不知道。你没看吗？我不想看。没有人知道。没有去看。你说不关心我的，来脚看一下。在这边这个。哎呦！啊！你别听啊，这么久没好啊？这样不好，哪好啊？慢慢好啊，因为这个要注意，不然会截肢呢。
那你不要不要不要，万一怎么样损失一个人还得了？真的，哎，你好贴心哦。对对对对。瓜哥，我来啦。你嘉伟不错，你叫一下我。啊！你又还没下去，你掉下来了，还没有碰到冰水。不用模仿，嘉伟不错，体恤一下。那雅文，你到后面去踩好了。好，来，好了，你知道游戏规则了啊？来，先下去，来救伟哥，救伟。真的？你往前。等一下，你跟你干嘛？我把衣服脱掉了，我应该会撕掉。你脱衣服？他只有带这一件，来了，只能脱。是啊，那他为什么要举手？他想要热嘛，想要进来。我的那个同事们呢？好好好，同事爱。好，不是嘉伟不错了啊。好了没？好，预备，刚刚这个手是180。185，预备要找到橘色的啊，来预备，来第一关开始了，来嘉伟来，打光，快点，没有，你是坐下去，没有，嘉伟是最后一手了，这个头前进去，我有放进去啊，摸起来啊，摸起来，全部摸起来嘛。很厉害啊，都很厉害啊！哇，精彩！哎，我们认真啊，那个不熟啊，输赢不重要啦。
你们认真感动全国观众朋友。是是是，对，我都看得很感动啊。虽然我在冰水旁边，可是我热得一身汗啊。那你怎么不下去呢？不是，因为他在里面，我怕下去，等一下说我来吃豆腐啊。现在他下起来了，你可以进去了。现在可以吗？可以，先跑一下。五几秒？211。不行啊，你很认真。谢谢人家啊，对，其实他刚刚的蜂窝性进去了，冰敷也是好的了，但是就是水会发脏嘛。其实你是担心水，不是担心他的伤口就对了。不是，我说脏水会弄到伤口脏。我自己得过蜂窝性，我知道，对，真的好感人哦，我这个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这太感动了，来来来，谢谢光哥，来谢谢谢谢，来来。我们这么努力表演，不应该搬钱吗？不是啊，可是他们没有赢啊，赢的是我们200多秒啊。好，对哦，两秒。好，是谁？是谁赢？真感动。这边。好啊。他们没有赢的啦。七一大学的，我们是185秒，185秒，我们是211。哇，感不感人？都很感人。那做事要像那么认真，好，对不对？来，你还蛮会转的嘛。谢谢，谢谢。接吗？不应该不好接了，太重。你那红毛，你看吗？因为如果说球它没有飞比较远的话，我们用冲，两个冲击力过来就会破。那要是女生力量大一点，比较过来的话，不是我往后游。我的重点是说，它奖金不好拿，对不对？不好拿，真的不好拿。怎么样？有想法？来开放这个游戏啦，有没有拿奖金的？来，你打完这局，拿奖金了。我们给你。三球机会吧，三球，对，一般都给3球，三球吧，一接到一颗就2000，好，所以接到有6000，好，接得到吗 ？OK， 所以不能一定可以，一定可以，不能破的范围之内啊。来来，你试试看，我觉得很难的，这很难。来来来，你试试看。好来，预备，来啊，挑战啊，这个不好接，我要不相信，这不好接，一颗2000了，预备，含着再踩，不要一下就踩，含着，对，好来，准备啊，踩，飞我。你轻也不来，第二颗，三次机会了，只有轻，不能太轻哦，难的。等一下，轻轻的，我二秒。哎呀，接到再破啊，真的不好接啊。你的二雷手不是往后吗？这个跟二雷手没有关系。他是下来的力量。对呀，这太容易破。穿他鬼形，我打不到阿伯这表啊。这要以柔克刚。来哦。轻轻接，看到没有？可惜啊，可惜啊！打个龙球，那个2000够最好谈的，无好谈。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有机会给你们。阿哥，两票没有？奖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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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？送给你们。你可以啊，你一个一个谁？登记啊，登记啊。登记啥？登记结婚。登记结婚哟。没啦，唔知。登记什么？唔知啦。没玩这个啦。我接球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你先等等，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报名权，你要踩是吧？对对，你先踩看看可不可以？好来，你先踩。来来，老大哥来，我踩，踩，踩。OK， 可以，好，那你踩，来，上托哦，来啊，预备，上呀，记得多切一位。好来，哎，快接来哦，阿妈。想不到，竟然是外地导游啊！来呗，老人家怎么接第一颗？来，就来，有点机会，很厉害，预备，中颗了，阿公加油哦！其实很厉害的，来，你看你加这边，来，你给我写三啊！哇，来加十三，来加十三啊！你们两个加一点，第二
听我讲哦，这电视大概讲看会到，你若有安那，你安尼先讲哦。有啦有啦，我知啦。我知啦，今仔个是谁？今仔是谁？你是讲因有安那，还是讲是安那？不是安那，那是有安怎，还甲阮讲啊加掉，莫出代志啊。无啦无啦，无安那，无安那，无代志。无代志就好啊。买毛巾仔，你若两千块摕来，恁两个等下要去对。无啦。无嘛吼。你这边发钱啊？哦，你粉丝呢？我粉丝，好简单哦。粉丝啊，粉丝啊，那谢谢谢谢啊，谢谢两位，谢谢啊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哇，太牛了！啊，我两个早上来接爸妈来领礼啊。啊，下来。我两个啊。下来。你要接啊？你两个要接啊？啊，你。阿姨带我接啊。你开车对干走去。我报告你那位，接爸妈不一定会掉六千嘞。我一定掉六千哦。来啊，卡起你，卡起你。先卖打卡机了哦，哎，好来哦，这两个姐妹花卉。谢谢。谢谢谢谢。他都要给我奖金了。谢谢。哎，我们继续送幸福。恭喜两位妈妈，没接到水球也有红包，因为可以让水球砸中董哥，这种功劳，我是说技巧，可是百年难得一见呐。董哥，下次玩水球的时候，记得要站远一点哦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到台中20个必游景点之一的乐成宫。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今天来到这个台中东区啊，哇，一大早看到这个哦，哇，我们的乐成宫，每个人说的真的是很古典呐，对啊，高雅，漂亮，而且有古迹啊，这是高景嘛，是吧？对，啊，台中乐成宫环境马祖庙已经有265年历史啊，265年。先人哦，一旦要来带祖先，你要来台湾的时候，系妈祖来，去乌水沟，啊，甲大大山来行到现在所在。是安那叫汉溪呢？嘿，汉溪一旦就只嘛，只可能那边一个溪较无水啦。水哦，汉溪，哦，这地名哦。啊，来到这的时候哦，坐来是咩过来先？落去，啊，要车要走的时候，车都车未起来。哎呦，到半杯了，决定，哎，决定要坐车。啊，种哦，头来先是间细间厝啊，后尾啊，佮大公司来改建较大间。啊！甲民国初时，甲即当地现在的所在，即出水的，嘿，甲即卖咧吼，嘿，就起来，哦，甲即卖是100年啊，都是国家的三级古迹。三级古迹。啊，阮的元老是慈铭海内外的，哦，元老，啊，阮要讲一个哦，未婚男女的交流，哦，乐见真爱，成就幸福，一老晋升地家人。乐成嘛，乐见其成呐。成就幸福，所以今天参赛者呢，所有奖金呢，他当然爱记奇迹了哈，乐见其成啊，乐成功啊，来来，今天比
赛要听清楚哦，哈。哦，怎样？哎，因为啊，我们观众朋友看到我们最厉害的叫郭忠佑嘛。哎呀，郭忠佑，关主了，关行。郭忠佑现在不能参赛的。你参赛的时候会把观众的权益剥夺掉。哦。变成观众来是拿不到钱。对，所以郭忠佑，你这一关叫关主了。嗯。那要你要上去，除了有人说我要挑战郭忠佑，那 OK。来，郭忠佑你站那边啊。你是指标了，大官啊！你站在这边，你都不要动。好，观众进来可以自由选择，说我要参加比赛的，请站这边。哎，那我要参加挑战郭忠佑，请站这边。挑战郭忠佑，赢郭忠佑一个就是5000。一次就拿5000了。你们思考清楚，这边冠军不一定拿到5000，如果人都可能拿6000，但是可能要比2-3趟。你也许体力一趟就可以把郭忠佑干掉，5000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自由的这个国度里面，你们自己要选择，要讲清楚，说明白，清楚了，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们欢迎前面来几位来。来，谁要挑战我？先来三位，先来三位。您大名？道旁的，姓庄，叫我庄明学。庄明学是吧？是。你台中人？太平。现在还在念书吗？哎，没有，在上班。上班有看我们节目吗？有，每个礼拜天都会准时收看。是是。那你郭忠佑，你还敢挑战他？哦，不敢，看到他就软一半了。没有，那你是要挑战郭忠佑还是要参加比赛？我要讲，如果是比赛，郭忠佑是不参加的哦。我们自在参加比赛，所以不敢挑战郭忠佑。好，参加组的请到这里来。那就郭忠佑是不能参加的。好，讲两件大名，主啊，姓施，姓施，浩哲，浩哲，施浩哲，对，好，施浩哲，嘿，现在是舞龙舞狮。对，我们是侨汉中学50队。哦，侨汉中学，校长，对，校长。今天也来帮我们站香炉对了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辛苦辛苦，所以你代表学校来争光，对，是，你是要参加关主挑战赛，还是参加一般的？一般的啊，关主看到我怕了，超强啊，哎呀，超强啊。你半价，对，要挑战他是自己愿意来的哈。我们以前高额奖金哦，5000块，一个是5000，你不想挑战5000的，就是你要挑战挑一半就好了，比较软的，对，来请到这里来。哇，你干嘛？穿的这样不热啊？没关系啊，这50对了，五十没办法。你好，我叫陈进学，陈进学，武术，我是凤凰大学拳击社的社长，社长，所以你要参加关主挑战赛呢，还是半人挑战赛？关主的，郭忠佑。郭忠佑有干死，有干死，这你的菜了哈。好，你站过来。但是我想参加不只是3个吧，还有没有？还有人吗？还有吗？来来来，还有吗？哈，看起来呢。哎呦，这下必有勇夫啊！你好，也是我武道馆的。哎，是。哇，你好像漫画里面的人哦。谢谢谢谢。啊，你看看这个高手如云呐。很高哦。最萌身高差。哇，最萌的身高差。现在很流行的女生小小的，男生高高的，叫最萌身高差。你会喜欢吗？你喜欢高的吗？短脚之恋，谢谢。你身高多少？190公分。190公分来打拳的很少哎哈。这样的话比较有身高优势啊。少也少。皮肤为什么那么白？对啊，为什么白？因为没有晒太阳。因为天生的，没办法。晒过黑。他不是晒，是基因的问题啊。对，你是哪里混血的？我是有混到一点点。哪里？俄罗斯。看到没有？电影漫画里面的人，你皮肤也很白，你们俩皮肤也是很萌啊。对啊，最萌。你们喜欢190的、啊？还蛮高的 ，OK 的。可是人家已经有女朋友，谢谢你台湾。谢谢。对对，他女朋友也很凶的，我跟你讲。你会打拳的？你是参加哪一种关主呢？还是？哎，我参加的是关主挑战赛。你又来生意啊？嗯，接招接招，拳击队的高大，不要轻敌啊！一个赢你就5000，两个就10000哦。好，我们待会儿有挑战关主的都比赛秒数了哈。好，来你先过去。来，你来这边。分配一下，分配一下。来，大名，我姓朱，我叫朱信和。朱信和做什么工作？我是贝加餐盒的团膳营养师。营养师啊？是哦。营养师讲就是吃的要很均衡健康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他调配的就是说不能只注重吃肉啊，或者营养摄取，其实。所有的补都要从第三元素为量，第三微量元素就是食补了。嗯，要均衡饮食。对，那你要挑战？我一般的就好。一般，请到这里来。好，一般现在有几个的？3个。三位。你大名？我叫邓志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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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生呢？对，没错。熟悉啊。台中一中。台中一中。有好学校，记得记得。1志愿的啊。好。还是啊？对，刚才。行行行。啊，那你就要参加？我挑战关注。
好生硬啊！这么有自信啊！今天挑战啊！这个我喜欢。什么讲的？人家学武术的这个。什么时候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自信呢？因为我是台中一中热舞社的。哦，跳舞的有体力。应该是没看过我们节目啊。稍微有看过。稍微有看过。他都不知道国中有多强。你就可以打电话问他，回家问你阿妈。情师都比你了解。阿妈会叫他挑战我们呢。好，这个觉得胡瓜跟小朵啊。是的。你到那边。好，现在那边有三个，这边有三个。三个没关系啊，待会反正会一起动嘛哈。对对。来，那你们这边只有三个啊？对。三个的话，我们要加一个进去啊。好。翔哥不行吗？可以啊。最近心情还好？很好，最近。心不好的，带着三个小孩跟妈妈全家出去旅游。哎呦，你有关注哎哦。是啊，那四个人一组了啊。那你要跟谁配啊？你就跟他了。好，跟他。你们俩一组。好，你们。我的荣幸。你们两个比出会有冠亚军要拼嘛？好。那冠军呢？我们给4000啦。好。啊，亚军我们就给2000。好不好？这样好。所以基本上只要有赢一个就有2000。就2000啊，多好赚。那这边挑战过中的待会处理。OK。就是只要能赢他秒数就是5000啦。所以我们最多会花到15000啦。多重要？好，要第一天当关主就帮我们花15000。我会守住的，我会守住的，我会尽力。哇，那每次我们的艺人呢，只要推上盟主完了，很快就下来了，爆表的，记录都是他们，我是我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谦卑一点。我尽力，谦卑，我谦卑，请就位，来，预备。这个是这个不是挑战关主，这是比赛组的。一般的啊，你们不会赛。好，一般正常的比赛，2秒最长。本来前面是领先很多，但是后继无力了，大概差一秒啦。对，来，强握手一下哈，来，再来，你的真冠亚军了啊，谢谢。第二组，各位，李飞。精神不错哦，很棒，你完成了，我知道你很累，很棒。我觉得学生不错哦，对，小孩同学最优秀的，对，我觉得学生不错，他会体谅，他可以过关，但是他心不贪。啊，我不要挑战这个郭宗佑，惊在喽，就稳扎稳打。那你们两个现在要争冠亚军，对不对？对，休息一下。好，冠亚军要休息一下，待会比赛才会公平嘛。对，郭哥，郭哥，只有两个长辈要挑战郭宗佑。没有，叫那两个先挑战我，过了再挑战。没有啊，那两个长辈就是跟年轻人一起比哈，他们可能比不过。长辈，但是他们两个要自己 PK。长辈到底几岁？50岁，哦呦，刚一出来啊！哎呦，啊，先刚一出来啊！刚一出来啊！58岁要玩哦，你干没上？哎，没上。哦，要上，要上去就玩了，完成了。真的，你做什么岗位？哎，做陶醉。陶醉。几万块做岗位？哎，半退休了。咱刚一出来，互相鼓励一下哈。啊，你好，啊，你几岁？50个。你看起来比那个，较少年啦，较少年。电脑公司哦，啊，你讲你运动，啊，50个挑战58，敢会无公平？没啦，没有，我差不多。你讲无就无，不要紧哦，这不要紧。啊，你好，恁两个赢都2000啦，好，谢谢。恁两个比赛啊，啊，无恁个上帝。应该哦，应该要挑战郭哥，因为你刚你出的嘛。是难得啦，对呀，缘分的，对呐，成就刷就丢，太多了，来成就，来 PK 了，2000个啊，来长辈啊，55对50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哎，他奖金100多岁了，有哎，加油。
期的。厉害厉害！为什么你们跑得那么快啊？而且都可以完成，算很厉害。厉害啊！所以你看，要运动啊！要运动，是这种程度还挑战我们，有没有爹娘？你看，春马被火人拍完了。我们颁奖好了哈，来来那个一人一千了哈，你当然不能包啊，这加包就几班了。几包的，一千块的，你这一千哈，我们这一千。来，稍等你哈，这些这先好你哈，那你们港铁我开过的解释了哈。来来来。吴机关，行政，吴车行政嘛，是为了家己健康啦，吼。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老当益壮，宝刀会长，谢谢。赞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我们冠亚军啦，来冠军赛的，来请坐。赢的有四千，第二名有两千啦，预备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这是。四千块嘛，有数啊。那个淘汰制要加码，校长要加码吗？校长要加码，自己再加码，你自己要加码。等一下，另外再加了。等一下，我讲一下啊。我们本来就四千，校长要加是另外加码。对，那你先两千。来，董事长嘿，来一千。这个是冠军嘛？对，四千块对不对？那个校长，校长来加多少？好，现在我们淘汰制已经加码一千了哈。还有我们的热心的这位冠军人士，加码三千。挑战国中又直接来这边就好了，没错，那是因为他是学生，对，乔泰中学，在中学嘛，那第二名还是要搬呢，对啊，那那个两千块，一千，你一千，加几千啊？一千，加几千，啊，来那边一千，来这边一千，恭喜你，两千。不错啊，学生这样就拿七八千了啊，是，那整个师队要用的吧？对，啊，做经费，对，好，来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，那这一电影处理完毕了，现在好好处理郭中佑的，关主挑战，来，你们三个挑战郭中佑，一样的，两个进行，两个进行的哈，啊，两两来了啊，来，你们两个请就位，好来，好，你好，这两组我们有计秒数啊，一人计一个啊，好高。跑了超过，不是比赢的，比秒数啊！预备，你快的，你们输了也要拼哦，比秒数哦，也是道理是啊，只要有赢的。脚踏车，哇！郭主任不见得赢他呢。哎呦，哇，好快！既流畅，速度快。对啊，速度没很快，既流畅啦。是流畅两。但是他的动作很大。对，哇，两个很接近啊，听听看秒数就知道了。我们先公布戴眼镜这位几秒？来，六秒八二。你看，六秒八二就输掉了，八二而已。你最好成绩多少？五秒多。五秒多还有机会。那他几秒？六秒二八。后补了啊！谢谢。接下来看他们两个了，他已经是不是他没有挑战盟主哎，他可能他如果七秒你们都有奖金了，全中了。好，来请就位。好，加油啊！我又是跟拳击社的啊。谢，刚刚一个是六秒八，一个六秒二八了哈。杀气了，光你们挑战赛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关主啊，对，我看恐怕还不到五秒了，我看有啦，不用太焦，不用太焦，我们常常连几关几集之后就被打下来了。我想现在很多人准备挑战他的，在练的，在家里练，对不对？你回去要练哦。对，我要前去。他几秒？这一位八秒二零。啊，那他不见得会赢啊。那边六秒哦，我差不远呢。哎呦，完了。
对呀，他都八秒多，他又七秒多啦，所以我们可能要花一万块啦。我这么慢，完了完了。你不讲你很慢吗？来，他几秒？五秒四一。哎呦，哦，看电视好快，五秒。他算流畅很快的，对对，还好还好，其实郭忠蛮厉害的，五秒多啊。来，那个俄罗斯同俄罗斯，两位，他跟他比已经是失败，都不用讲，你们没跟他比，你会怀疑码表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已经输了就没有话讲，你最有权利说话是你啦。20，服不服气？20，再比一场。他说这话有道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是我们工作人员在记码表嘛。对呀。那我六秒二八，你五秒多，我怎么能相信你呢？所以他自己在拉一次自己记码表。是因为你知道关键什么？谁要在这停记码表？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？我们要做到没有瑕疵，让观众肯定我们的节目。对，我讲是人性的问题啦。啊，因为他很难得，他觉得他很厉害啊。对，他就郭忠用五秒多，我六秒多，你的码表是不是万一差一点就差很多？是不是这意思？没错，没错。我才未免第一关就困难重重。是不是？他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。那现在怎么？你们要休息一下吗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他讲话已经有休息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打开你的心结，不要怀着遗恨离开。好，他两个输的都不用讲了，他已经输郭忠佑，他要输你都不用比了，就你们两个。好，好吧，来，请坐。哇，好，念观众朋友心服口服，郭忠佑，加油了哈！来，观众们，他们现在是算是总决赛啊？不是，他都再度挑战，再度挑战嘛？他赢还是5000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嗯，我想请问他们两个落败了站在这边干嘛？他在等小礼物啊，小礼物。对，为了我们这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的地方，对呀，对呀，这是明道。明道的这个米送给你啊，这米明道米，来来，谢谢，来明道的米，谢谢谢谢，这样可以的吗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你怎么这样？对，观众可以当第一排嘛，来看决赛嘛，看怎么输的，大家要研究，回去好好这样来挑战郭忠佑啊，好好学习一下。对，我们电视前面观众们好好练一下，挑战郭忠佑一下啊。对，因为我们这边在啊，决赛比赛开始了，我们看到郭忠佑一开始滑的非常快，那位罗斯的紧追在后。七差很小啦，很小，差了一次而已啦。对，那还有几秒？5秒8，你进步啦！你看跟高手你就进步到5秒多啦。他还是维持5秒多，他没进步啊。你没加几秒？他比刚才慢，慢。你看他退步了，所以大家有机会。对，你是进步了，跟高手比了。然后他找不到对手，对，他才会退步，他会退步。我很谢谢观众给我机会。啊，哎呦，看得起我，让我有检视的机会。对对对，大家检视你，你不怕大家检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很公平嘛。很公平。今天我们没有要求郭忠佑参赛，而是你们来挑战郭忠佑的啊。所以郭忠佑今天是不能领奖金的。不怕火炼，对对，我们送的是太子茶送给你。啊，对对，好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欢迎你再度来报名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刚讲的大来大来大来，校长谢谢，董事长谢谢谢谢谢谢，刚讲的大话，欢迎大家好好的一起来挑战一下了啊，来继续说幸福。加倍嘛！耶耶耶！换你了，是不是？换你了，不是不是。我们来了，我们跟他battle，怎么跳？
子跳的有一群黑衣人呐、啊，他不看他了吗？哎，你们是同一队的、啊，你们什么学校？我们什么学校？我们台中女中。台中女中，台中。选的很不错吧？很棒，不错不错。不是选的莫名其妙，为什么？突然间我们节目录了，怎么放出这种音乐，然后大家跳舞？因为我们今天在哪里？台中，台中啊，台中的什么地方？成功，它的位置在汉西，在汉西，海鲜嘛，汉西又叫做有水的溪，没有水的溪，知道？就是那时候他有讲嘛，溪水比较枯，汉西啊，没有没有，他没醉的，对，汉西可以聊。对，我们这边有没有台中人？是，没有。哦，你是，你不能，这里是，这下面区，南都在东区的。你看我马上给没给你跑了？东区嘛，东区嘛，刚刚音乐叫什么？东区，东区。怎么知道怎么跑这么多黑衣人出来跳舞啊？对啊，还有台中一中的、台中女中的舞蹈社的呀，真的，你们四个学校都是台中最优秀的学校，所以既然联谊就联谊到底啦。OK 啦，那你现在开始说吧，你选的是哪一位？我们要做正常一些的健康的运动啊，安全是不是他们谈恋爱的时候，来你们派两个女生，你们两个男生，四个人，来两个，好不好？两个男生要干嘛？来跟我们比赛啊！比赛，我们比赛抽钥匙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这个比我更邪恶，跟那个运动也跟那个音乐有关系，跟舞蹈有关系，舞蹈的游戏，对啊，很简单，热舞木头人啊。室内哦，我们请大家示范一下，我们就四个人参赛为第一组，我们派四个人给你。热舞木头人，热舞木头人不一样了啊，就是从这边呢过去拿了一个花，刺到那个木头人背放了一个气球，啪啊，就破碎了。木头人一样，对，但是也是一二三木头人，是这很简单，这个道路很简单嘛，那过程都一样嘛，都一样，一样嘛，不是，你木头人是一样，一二三木头他要跳。不是不动，两只脚不能动而已。对，你两只脚不能动，那你可以这样跳舞。男音乐没有，你赶快跑，赶快跑，再回头你要跳。不能动，脚不能动。这个应该是不会淘汰，但犯规的呢要回倒退三步了。对，反而就是转木头人的时候他要跳舞就对了。比较不太会抓的。你这样试一次，这样对对，而且到这里可以做地板动作啊。因为这个过程才会艰辛嘛，要不然一路顺遂，这个游戏就不困难了。其实啊，我讲那么多，观众不一定了解，我们应该要示范，让全球的华人都知道我们这个。是是是，哦，示范一下。你这么慎重，全国的华人。他刚刚我已经叫了四个两男两女了嘛。对啊，哎对，对不对？两男两女，他们会一男一女为一组，我们一男一女为组是四个人一组啊。等于要比赛两组，所以我们派出的也是要两组，两男两女为比赛的。两男两女来比赛，那你们谁要比赛？你们去。比赛都可以啊，对，因为我不会叫他，因为我叫他干嘛？那到时候观众觉得我们健康步道都比较辛苦，没有，自己举手，啊，你看你多勇敢，两人，那你们比赛啊，那嘉伟就很棒啊，那你们四个比赛嘛，好不好？那我现在需要两女两男的示范，示范，对，那你用完了吗？两女两男，你发言对不对？你的风风气嘛，对啊，刚刚好。
那示范呢？就反正比赛不用示范，示范就不用比赛了，太简单了啊！什么事？什么叫比赛的不用示范？我很公平啊，我有叫谁来吗？很公平啊，对啊，很公平。那剩下两男两女要示范啊？好了，他听不懂了，我再问一次好了啊。那个要示范的请举手。为什么要示范？干嘛？示范的，你要示范一个两个，两男两女，你不行的，你蜂窝性组织炎不能是炎的啊。那就董哥一个啊，郭忠佑一个，一个你。还有，然后你们四个示范。啊，示范了，示范过去了。过去了，四个站好。你们要示范，确定要示范的吗？因为观众不懂啊，你们要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没有，没有。对对，你蜂窝性组织炎不能玩的嘛。对。你刚刚泡冰水就不能泡了。对。接下来我要四个比赛的选手。比赛嘛。比赛两女两男。两男两女啊。啊，是不是？那就两男两女，不就有包括我？啊，不然呢？你还别人吗？啊，人家蜂窝性，我没有要求你玩。你看，他每次赖在我身上，我是很公平的。我要两男两女的比赛，两男两女的示范，有错吗？好不好？你不要问大家，你直接先问他算了。你是要示范还是比赛？你选一个嘛。你到底要示范还是比赛？现在你选的话，你示范跟比赛有什么不一样嘛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示范完了，他就不会参加比赛。哎，对，这不一样哦。如果太紧张了，如果不参加示范呢，就要因为人手也够，他示范完了就不用比赛了。对对对。那示范完了不用比赛，那比赛就要比赛了，不用示范。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那你选一个，你一定要选一个啊！你为什么？这么简单的选择，你这段讲解我没有听出有什么差别。观众很清楚啊，那不能怪我，他单位出发这些人啊，又碰到一个蜂窝性组织炎，我怎么办呢？没事吧，我们后面剪，随便。你选一个嘛，你选嘛，现在让你先选了，选一个你自己。我觉得他示范不会影响我们比赛啊。哦，示范吗？对，示范还可以，示范还可以做好不好投降。所以就是示范也要玩，比赛也要玩，就是不管怎么样。没有，示范就不用比赛，你就示范就好了啦。哦，示范不用比赛。对啊，对，那你示范就好了。那你就示范啊。那你就过来这边示范的就好了。那你就示范，对，还绕一圈，这是算到了，要不然你们就没赛了。他英主就知道来示范，他不要比赛的。对呀，对，来来，请就位。同学看清楚了，清清楚楚。你们待会有四个人，我们四个人分两组啊。我们这是比赛的，接下来示范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来，预备，要努力跳，用力跳。示范就不用比赛哈。啊，不用比赛。对呀，真的不用比赛。来，预备，任务木头人。分成两组，第一组我们配的是，我们俩上，你们俩上，你们配第一组，那一男一女，来请就位，那你们问多少奖金对不对？如果你们跳得不好的2000块，跳得我觉得不错，3000块。加起来了！一二三，木头。
好用到。我以为是你会擦哎。对，我被你擦到。没有没有，用到错了。对，他太低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同学比较可怜的原因啊。为什么？你明明球就在这里，他不能搓啊。对，结果你转身，我一转身，球好了，所以变了，所以被他撞到。我觉得用到那时候比较低，他刚刚好跳起就过了。而且不知道，尤娜很认真，一过来差点劈腿拉到伤。对，我就说他既然劈腿，你就劈腿跳，他是真的劈腿跳。哇，这组真的很难得，他也很厉害啦，所以尤娜获胜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要颁个，来，女同学，一人1000块给你同学，认真，我们就要颁奖了，对，1000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这一组呢，由我来，由你来控制一下，掌握一下。来，下一组请就位。干什么？我人都没有回头，你们要冲什么？在干？你们当有什么不存在吗？空气吗？我都看着你们就想跑。没有啊，转你。我有转化吗？所有选手都出去，我觉得好像我不对。对，这些人是怎样？我从头这样看着他们就跑了。对啊，他就看着你，他要转身你在跑啊。你要坚持嘛。我就觉得好像我不对。来一遍。好了，1、2、3。其实我可以甄选的哈，就是在这地板上动作的跳得最好的，我们看大家评分嘛，就给他3000块奖金。可以哦，你们要不要挑战？有谁要？谁不怕死？来，就你啊！哎，你不要转坏了，不要逞强。跳转，没有。什么叫跳转？你先地板我看一下。什么叫跳转？你示范一下。跳转。哎呦，来听一下。哦，是很痛哎。你见过受伤吗？这个还好，手这样还好。可以吗？不要头，应该还可以。啊，头啊！不要，我说不要手，手应该还可以。这样我们会让观众骂死吧？嗯，会哦，那是应该骂你的，我们是还好。大部分都会骂你。来电不是我们提出来的。算了，我是挑战他们勇气而已啊。那还敢跑出来？你看，你敢试吗？那你询问他。好，试试看。不要了，你会受伤哎。应该可以。不要了，你如果真的跳完是有奖金的，也不要吧。对啊。人家真的要。而且这个奖金还蛮好赚的，你确定不要吗？他是真的可以吗？你觉得谢欣美是不是演的男生呢？你觉得谢欣美是演的男生呢？很痛，很痛，对啊，好来，是不是？我跳 popping， popping 哦， popping 就 popping 就手而已啊， popping 就对，其实我想一下， popping 好像还好，微微的， popping 就三首歌嘛， popping 来， popping 哦， popping 基本动作你起码要有一只脚的时候，你不可以都只是要有一只脚的时候，来 music， 好来哦，来。没有，你要放大招，真的。
跳那么好，因为那个动作机器你跳得好好。对啊，因为动点多，那个动点。你回去看电视看你的表情。正点人生太重点了，蛮有用，奖学金2000了，好来。奖学金啊，谢谢。台中一张，谢谢。不要适量力而为，降高不错啊，它能刹车，不要硬拼受伤了。对，当你这个地板呢能够转好，你一定是世界大赛冠军了。回去好好练，回去好好练哈。谢谢你，而且哎呦，最后来，郭忠勇，郭教练，来你跟雅文，还有有花嘛，来花给我。不是有一首合唱的歌曲吗？对，因为这一次那个公司蛮照顾我的，特地邀请师姐来帮我合唱一首。唱什么啊？求婚啊，就是简单的爱。告诉你干嘛干嘛？简单爱也可以啊，简单的爱啊。不是，他那一首歌是求婚，以为他要唱求婚。他的单曲是求婚，那他有一首跟雅文合唱。那我们希望你唱要有情境，不要站着这样唱。对，你可以手牵手对着你们俩合唱，手牵手一路走。让我们享受一下入红毯的感觉。什么？就这样，你这样唱，然后最后呢，你要想唱多长没关系，你可以倒退。对，好，在新疆队到这边。所以瓜哥，我一定要走才可以唱啊！对对对，你就要不走，马上结束，好不好？新歌，简单的爱来。来，恭喜播唱红色地毯呐！这真的是简单的爱，这真的是来，这真的是简单的爱吗？简单，你好好唱嘛，有意境的唱嘛，来来来，来简单的爱。音准，好来，还好啦，才刚开始还好啦，要动才可以唱哦，没有动不能唱哦。好，预备，快点，好开始。你的爱，帮你了解，拢会知，淡薄啊甜蜜，搁掺着味。将来有你才会圆满。刚刚啊，这样听这首歌可惜了，我们只是想听听你爱的声音啊。对呀，那这样好好把它唱完。哎，我觉得刚刚好像没有很准哎。对，快来，好，唱一下来，预备，来请。对你的爱，望你了解。淡薄仔滋味，搁掺着未来。对你的爱，我上深的期待。幸福的将来，有你才会圆满。哇！就是搭上去要有和声，你看，在不同的环境可以听出好的歌声，你上去根本就整人嘛。对呀，谁要用的这种方法？哎，叫人奇妙的，真的。不是，我有疑问呢。你刚不是说他蜂窝性组织炎不能踩健康步道吗？对呀，蜂窝性组织炎呢，不能玩游戏，但可以踩健康步道。没有啊，你说他不能踩健康步道，所以在什么示范组跟比赛组的时候，你把他拉出来啊？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啊。对啊，所以他不能踩健康步道，你把他拉出来啊？那是不能踩啊。是啊。那他刚就踩了。他是为了唱歌啊。就他还是踩了。牺牲。是踩了，没错啊。他就挨被诱误啊，歌都唱不准了，不是看到吗？对啊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你把他拉出来，可以少一个人啊。没有，我刚刚没有拉，是你们自己举手示范的。然后你自己讲说你要示范，你选，你回去看画面，是你们自己举手，他没有举手啊，自己举手，自己举手。好，你看你多勇敢。来，很好啊。那你们比赛啊？对啊，嘉伟都很棒啊。那你们四个比赛嘛？好。反正比赛不用示范，示范就不用比赛了。你是要示范还是比赛？你选一个嘛。那你示范就好了。那你就示范啊。没有，他没有，没有。他没有举手是因为你把他拉出来，所以他没。因为他蜂窝性组织炎啊。对他蜂窝性组。哎，你们两个要不要留下来聊？他现在有什么问题呢？不是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你什么？哦，对，我有举手。你有举手，而且还让你他自己选择嘛？他说他要去示范嘛？对对啊！我已经讲清楚，他不能泡到脏水，但是他可以走健康步道，没有不行。只是后来你举手把他位置抢了嘛？好，让他们继续送去。哎呦，怎么这样呢？好啦，谢欣别难过了，观众就是喜欢看你踩健康步道的样子，看来以后你还是得继续踩下去哦。接着，
我们来到台中的极限运动场，这里不但有神人级的玩家展现精彩的单车特技，据说还有一群小朋友从小就在练极限单车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开眼界吧。小朋友好，玩这种运动呢，一定要装备要齐全，安全感要第一。对，小朋友都多会讲话，哇，好厉害哦！都叫瓜哥好，那听起来很舒服。是，你看，我都没讲错吧？父母亲就非常放心，来让小孩子参加户外运动，这真的很大胆呢。所以这些爸爸妈妈也非常放心，把小孩呢来这个做这个运动。哇，真的了不起！是啊，平均到几？我看你几岁啊？你几岁？三岁。三岁。你几岁？三岁。三岁，你呢？单队啊，你几队？三岁。你说单吧，三岁就在起耶。是啊，那個我们就要问问父母亲好了，来来，妈妈，你好，你好。父母亲为什么？你小孩是哪一位？代表这个毒手。小公主。他几岁？三岁。哦，你为什么让他参加这个运动？因为我希望他能够有勇敢挑战的精神。哇，太酷了吧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耶。对，小孩子如果你不给他从小训练呢，你把他一直保护得很好，他的抵抗力都没有。哦，是。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。这些父母都非常英明啊，从事户外活动，总比你每天玩手机、玩 iPad 对呀，眼睛都坏了。一定要往户外多走一走。那一定要老师嘛？老师在哪里？有没有教练？教练，来，教练你好。这是教练，你好，你好。教练贵姓？我姓李，穆志礼。穆志礼啊，你从事这个运动多久了？啊，我从事这个运动，教学这个运动来三年了。你看，其实三岁、四岁就可以来学了，对吧？可以啊。你小孩几岁啊？就最大四岁啊。是，那可以啦。你脚踏车都不会骑吧？会啦，这后面要挂两个轮子那一种。你看什么挂两个？人家都已经两个轮了。对啊，为什么小朋友要训练这种运动？哦，可以培养他自信心跟一个带错的能力，还有自信心、平衡感，对，平衡感，对呀，你看胆量的测试嘛，对对对，受伤吧？哦，所以我们要配有护具啊，对啊，护具啊，护具安全帽，对啊，你看护具、护膝，还有这个安全帽，你看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训练场地，这个 U 型板的一般呢都很害怕，怕高，对，小朋友可以开始从那边骑到达，他没有很复杂，没有像刚刚我那么复杂，他只是这样骑上去、上去、下来就，这样我了不起，对，叫我们。叫我这样来敢呢？对啊，我也不敢呢。教练他们敢吗？哦，这样骑上去就太了吧。他们有一些是可以啦，但是我们不是训练这个，我们是训练孩子竞速、竞比赛。什么东西竞速？竞速，竞速，竞速，到里面我们进行，我们在希望孩子进行竞速比赛。竞速比赛，竞速比赛就是比速度的，比速度的。那我们站在这边干嘛？我们这 U 型板是谁盖的？这是干嘛？哎，这个是给单车选手用的。单车选手训练什么？训练特技的 BMX 的。哦，对，所以小朋友不是训练特技的，不是训练特技。不好意思，误会了，不好意思，误会啊。到时候珍惜，你不是说叫我们来看的？是这样？没有，我可能不是这一班嘛，我们走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走错了，是不是？你讲的竞速的，我来看小朋友竞速的。竞速的，我们要跟小朋友比赛。我们啊。你讲的，每次我们讲跟小朋友比赛，观众就骂我们欺负小孩子。对，我们可以跟光哥挑战看看。挑战什么？对，挑战谁的速度比较快。骑脚踏车哎。是。他们会骑吗？啊，他们用滑步车。那个叫滑步车。准备大台的滑步车给你。叫滑步车啊。对。不一样在哪里？脚踏车不就这样吗？对。他们没有踏板。他们没有踏板的。没有。真的。也没刹车。什么意思？他可以通过滑行让孩子学会平衡感。你可以示范给我们看吗？可以啊，是啊，而且啊，我们请个小朋友示范给你。示范一下。来，教练请示范。好。预备。竞速啊！哇，哎呦呦呦呦，还有压油啊油哎！我一个穿嘞，哎，没有踩到，没有踩到，没有踩到，哇，皮卡丘紧跟在后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哎！哇，好厉害哦！脚趾辅助很紧贴，脚趾辅助很紧贴，厉害厉害厉害！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，所以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比赛嘛，对啊？有比赛，有比赛，他总共第一名都没有人赶上去啊！哎，这个很难追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这个可以训练小朋友什么？他跌倒的时候可以培养他的耐挫能力，他跌倒自己爬起来，还有平衡感，对，平衡感，还有操控能力。所以你说这个车还是会跌倒？还是会跌倒。我看他们都不太可能会跌倒。他已经算是很会骑了，很会骑了。对，算很会骑。这个都几岁啊？哎，这个都是差不多四岁。四岁可以练到这样子哦。可以。那很厉害，你小
小朋友赶快练来，拿来练吗？啊，四岁，我对啊，小时候四岁。那你学这个东西对骑脚踏车有没有很大的帮助？因为把手的高度，把手的位置是一样的。我们在骑脚踏车，这个学会之后应该差不多脚踏车就会骑了。就会骑了，对啊，一米克服恐惧的嘛，对啊，那不是很厉害啊？我家没有这种脚踏车啊，我不知道怎么练啊。好，请教练，我们要自己去买啊。啊，这个要自己买的。一台没多少钱，三万多块而已。就一台三万多块，没事，都乱讲啊。这大概是4000多块，4000块，对，4000块就有了。哇，这个小朋友来学这个，有年纪小的吗？这一岁半呢？哇，一岁半嘛。这个有一岁半的。前面啊。好，预备。睡着了。预备啦。预备，预备动作。这是预备动作。好，预备。苦啦，那个小朋友这么苦，你叫他来。他的年纪太小了，人家是我们教练的小孩，教练小孩一路哭到完了，一路哭到底啊，大家还在哭啊。来，我们连着小队鼓掌一下。好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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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的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一下，好。你看看，好，对不起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越哭越大声。太强了哈！你为什么逼他来玩这个呢？教练，教练，你小孩啊？是我女儿。你为什么逼他玩这个？没有，怕生啦。怕生太多人了。出发就睡着了，一开始往前冲，一路哭到底啊！人太多了啊，人太多了，他吓到了。所以最好是几岁学啊？我们最好是2岁半。2岁半，他们3岁应该都很自如啊。是，对对。其实让小朋友都走出户外是好的。对。谢谢教练，那我们大开眼界，让观众也了解。谢谢。跟小朋友一起比赛，小朋友比赛，我跟小朋友比赛，对，我们跟小朋友一起比赛啊！哎，教练不要开玩笑，我们在欺负小孩，他被骂。你在讲什么？什么欺负小孩？对啊，我们你拿一台来看看，来，那你先借我一下，弟借我借我。这个车我们坐有点，你说我们欺负他？对啊，我还可以吗？这个车坐压扁了啦，这个我可能还。这个叫深蹲的。是他欺负我们吗？我们欺负他们，真的，对，这样欺负赢哎。对啊，所以说他在骗我们奖金啊，怎么没有？我们要准备大台的滑步车，还有大台的，大台滑步车，哎呦，啊，这几岁啊？这个是国小，国小可以骑的，大概7到12岁可以骑。国小的 Yuna 还像国小生的，你也像啊？你可以吗？可以，行吧？这样看，来，你跟小朋友比，来，你拍最强的，来，拍最强的小朋友。我先教个技巧上，他还没有刹车，万一要转弯要怎么刹？我们用脚刹车，有没有诀窍？我们转弯的时候脚贴着地上滑行做刹车。刹车，比如右转要刹哪边？左转刹左边，右转刹右边。哦，左转刹左边，右转刹右边。对对对。好。不懂要问了，不懂要问了。好。你要按照那个地箭头哦。好。你跟他比哦哈。大家你小心哦，不要撞倒小朋友。对对对，不要撞倒人家。距离拉开了的时候，我们一样照拉开哦。哦。小朋友准备了哈，来预备。哎，你可以心认真一点吗？你心不在焉，这么轻秒。这个是你的对手哎。哎，这对手很大人哎，会怕吗？不要专心哦。你觉得你会赢？开始了哦。预备。啊，冲冲冲冲！像大船跟小船，小船回转比较快，对，大船怎么转？对，我们永远赢不了他。Yuna满脸羞愧的回来了，我压车被修理啦。对呀，不要说赢他，赢他那个刚刚一岁半我们都赢不了，真的，一岁半他直接撞过去，哎，难回转对吧？我真的尽力了，前面我跟你连刹车。
都觉得有点困难。翔哥，啊，试试看呢。我没有，可以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试试看呐。你跑一趟，你被。小朋友，等下我告诉你们，太难了，加油，加油，来，再加油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是阿翔来试试看他的协调度、灵活度好不好？刚刚阿翔说，刚刚阿翔说，刚刚阿翔说，你又拿转弯很烂。没有，你的半径回转。你真的很难。他刚刚小朋友他体积小，你跟他比这个根本比不赢。别闹了，怎么这么烂？哎呦，你看他好一点。又撞倒三角锥。难呐。拍手要扣分。第二次撞倒三角锥。再来，转弯转弯。这是新的大圈呐。但是说起来，这个是新的竞技，让小朋友要学。我跟你讲，一定要想尽办法让小朋友走出户外。你每天困在家里，不是平板就电脑，真的。我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累不累？真的不会转弯呢。你看，他们会转弯呢。他这么灵活的，对，我们都没办法。第一次接触这个，对呀，郭宗佑，你速度很快的。我试试看，是不是？对。我跟你讲，你骑要小心，你不要去撞到人家的东西。对对对，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就跟阿翔撞了两个。右转右刹，左转左刹。好，这里面运动细胞你最好的。好，我试试看。你可以再比一次吗？可不可以再比一次？来，再比一次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你累了吗？你累了。快点过来，不要你过来。来，你来。一闪一闪。皮卡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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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皮卡丘，加油啊！你们出去了，跟哥哥比赛啊！不要让他。绝对所向无敌，而且你都没有撞倒三角锥，跟阿翔一样哎，对，好难哦。你回也不会 KK 的，你这里面真的是最强的，太厉害了，哇，这小胖太厉害了。对，可是我们没有给他们鼓励不行啊。对啊，我们两个都输给他们两个。那我们的颁奖啊，来，教练，真的小朋友就是要带出户外多运动，啊，勇于挑战。其实他们在一起会很快乐吧？快乐。我们应该颁发3000块奖金。场地要好的教练，对，啊，要好安全措施，防护措施。他们过弯真的很厉害，但是我对郭宗佑有信心。比弯的，因为小朋友就跟大船舰跟小船舰，小舰艇一定转得快嘛。这样我们比直速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我们比直速，直线加速，这个我先加速。你跟这个最厉害的6岁的，你跟他比直线的。好，我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这一趟呢，直线拉，谁赢了谁就2000块。先到终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来来来，救我救我，直线来。我们现在有3组啦。对，三组呢？如果你们是3比0，我们两个男生一个女生嘛。对，三组都通常赢我们的话，我们给他5000呐。所以哦，好，对，那2比0就给3000呐。好，好，好不好？加油，李斌，好，加油，加油。战术应用，他先挡住，然后再刹车，不，先查我们的位置啊，先查我们的战术啊。他无惧无挂的，你看小朋友，前面竟然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。是，可是我预测到了。可是我刚刚看小朋友这样很可爱，在那边骑的时候好可爱。回来都要赢他，哎，你是被他设计了，对不对？他会卡位，对，他超会抢位置的呀。对呀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不敢撞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待会把摄影机都关掉。刚才要干嘛？玩真的了是吧？你有，你刚才赢了吗？你刚赢了对不对？你有故意卡位吗？没有。你挡位了？哎，没有。哎，耍笑话。还是你只是超他车子而已，超车。对。哦，超车。他没有卡位。没有卡位。直线干嘛超车？不是，你们有训练直线的吗？我们训练直线的。有告诉他可以这样？可以这样。哦，那没话说。对。哦，可以这样啊。现在先说。没关系，待会我们通通把摄影机通通关起来，大家看谁厉害。对，请问一下，关摄影机你是要做什么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们又不能逼他的车，也不能压他，所以你关了摄影机，你会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你先挂面啊。
一些画面不让人家看到，我们都可以使得出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使出各种手段啊！郭宗耀，我们输1-0了。知道了。来，女生先来，女生先来。来，嘉伟。记住，这个没什么左车、左刹车、右刹车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挑女生，她不会像男生，她不会逼车，不会抢位。你们尽量骑。太温和。你可以啊，你不要逼她车，加油，加油哈，加油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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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很久了啊，很像那个神偷奶爸那个最小的女儿，有没有？嗯，最小的。哎哎，我们这样子已经摆回城了。对啊，1-1啊，平手了，现在1-1啦。好了，我们摄影机可以打开了，没关系啊。现在地啊，真的很难的，瓜哥啊，因为还要控制车子的平衡。他厉害哦，6岁他厉害，你不要看他会逼车哦，皮卡丘啊，逼车哦，杀气很重哎，顺着点呗。他从刚刚就是这样。来，因为那个眼神这样。现在是现在1-1哦，如果你们赢了还有3000块，输了就1毛都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好了，因为身体压低了，哇，这场不错，哇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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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他干不过去了，他干不过去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加油！哎呀，哎呦，小孩子赢不了郭宗勇，小孩子绝对赢不了郭宗勇。太快了，腿力好，他腿力好。赢了，会不会哭啊？会不会哭啊？医生，来来来，医生，医生来来来，医生来，医生来，医生来了，快点快点，我要被骂了，他的。我跟你讲，不是，刚刚是暖身，装暖身，现在正式比赛了。好，董哥快，董哥来，董哥来，预备。来来来，女生可以没关系。还没开始，刚刚是暖身的啊。真的，小朋友，来，预备，正式比赛，加油！董哥，推远，董哥，快！董哥，快，董哥，快小心啊！快小心啊！董哥爬起来，董哥爬起来！哇，还要讲吗？那有没有小朋友？小朋友根本不理我们，他连让，他显然连让都不会想让。对，哇，怒气！啊，这样这样的，撞墙壁，我们不能撞墙壁，撞墙了，撞墙了，又假撞，可是很难杀，真的很难杀，对，小朋友真的是炫技，不是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也讲话清楚，好好聊天。来，什么事？打电话给我妈妈。我真的没有输。你这辈子都没输过小朋友。我骑车这里其实很小，我3岁就会骑了。没错，我骑这个车还不好骑，对不对？我骑不好骑。你看，人家哥哥都哭了，真是的，而且对吗？我都50几岁还输给他。来颁奖，颁奖。一步赢3000块了啊！谢谢，不错，小朋友当然自尊心也要，但是呢荣誉感也要，但是不要太过于得失心了，还是要骄傲，好不好？那很棒，真的很棒，而且可以这么有胆量的，将来一定是极限运动的好手。是，那你有东西要送给我们呢？哎呦，准备来，谢谢。1个4岁，1个4岁，1个2岁，1个8个月，非常好，刚好适合学。所以这一步呢，我们准备放在网络呢，你们儿子好好上网去。哦，我要自己上网了。FB 上网了。那我可以是换绿色的吗？因为我儿子喜欢绿色。你得奖再换，得奖再换啊！送给观众朋友，送给网友们的，加油啊！好，来，好，谢谢教练，谢谢，送给网友们哦。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锁住明视，收看我们的综艺。